六年级华文课，单元七，母亲的叮咛，成语教学。此单元共有八个成语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不耻下问，不耻下问，比喻谦虚好学，不介意向学识和地位都不及自己的人请教。例句：由于他不耻下问，所以他能把各种事情都处理得很好。名列前茅，名列前茅，指名字排在前面，形容成绩优异。例句：虽然家境贫寒，但是小红平时学习刻苦，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。敷衍了事，敷衍了事，只办事马马虎虎，只求应付过去就算完事。例句：爸爸答应我们的事，从不敷衍了事，总是说到做到。足智多谋，足智多谋，富有智能，善于谋划，形容人善于料事和用计。例句：诸葛亮足智多谋，总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专心致志，专心致志，把心思全放在上面，形容一心一意，聚精会神。例句：他专心致志地做他的家庭作业，妈妈站在身后，他也没发现。日新月异，日新月异，指发展或进步迅速，不断出现新事物、新气象。例句：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，我们只有努力学习，才不会被时代淘汰。后悔莫及，后悔莫及，只是后的懊悔也来不及了。例句：前几年由于迷恋电子游戏耽误了学习，他现在想起来后悔莫及。在所难免，在所难免，指由于某种限制而难于避免。例句：生活的道路不总是一帆风顺的，困难和挫折在所难免。以上是本单元所有成语，祝大家学习愉快。